我们要出发我们的病毒之旅了 ，Virus Travel。你在录了 ，Virus Travel。嗨，走开！我是大美女，不是。戏牌都怪人。这个已经太恶心了。Have a nice trip. Have a virus trip.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aboard. Virus travel. Or under the seat. 到了，我非常不舒服，请不要访问我。他非常兴奋，我不舒服。我这辈子都会讨厌大美女那一份。泰国王卡成功，在泰国王公主连接。Bye. 笑死你！怎么了？断线了。哦。泰国的八哥，泰国的八哥，泰国的鸽子 ，The Pidgey。小姐姐觉得汇率怎么样？好热，汇率。哦哇哦！小姐姐，我们要吃什么？这是四色吐司，必点吐司和汤面。你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就带我们来这么多人的网美店。Ariel 说好吃，就是好吃。好黑哦！哇哦，吃饭喽！哇哦，不要再哦哇了，你妈素质很低哦，素质真差。来泰，来，我拍你。来泰国的第一杯在哪？好，来，可以喝了。我不看到有那种钢杯啊。其他呢？爽，这跟我印象中泰奶不一样，好像没有那么甜。这绿茶不太一样，然后这应该是抹茶，好像抹茶。我这边好难拍哦，我这边是背光仔，我很厉害，有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要喝我的第一杯奶。欢迎你的，欢迎你的这个抹茶。抹茶。哦，原来正统泰奶是这种味道，跟我们的那个，跟我们的那个北拉阿姨不太一样。你觉得会有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what the fuck？ 好，我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北兰姨是一间在永和的卖泰式打泡猪的餐厅，还蛮好吃的。你没救了，你没救了。你要完美这样子，你说这样是不是？不用啦，刚有完美照啦，还不错哎。泰奶到底要怎么形容？泰奶就是泰奶啊。这是我们的第一站，这是王美小姐姐找的四色吐司。请问你为什么要点猪血糕？捞它，看它里面有什么？有馄饨吗？没有，零。这是豆腐，这是鸭血吗？哦，来观众试试看。这是两个我们的，哦，它是米苔木，结果它不是，好香哦。双蛋瓦斯，耶，要吃豆腐。它是脆的哎，对，很脆。皮灰贵，这时候很适合摆出你那个表情。他说这是黑色黑吐司 ，black toast。它上面是什么？炼乳是不是？有点像，哎，它是脆脆的，它那个比较不像一般的。这好优秀，这猪血糕好优秀，好吃。我的是饭，现在我的是饭。它很像那个贵的感觉。饭吗？好奇妙，感觉饭就很饭，好像什么把嘉义火鸡肉饭跟贡丸汤混在一起，就贡丸汤啊，加黑胡椒那种贡丸汤。哎，你怎么把蛋吃完了？蛋吃完了。觉得它这样就是加那些小料。就是这些配菜很好吃，面好吃吗？面好吃，还不错。它的鸡肉好吃，那是鸡肉吗？对啊，好吃，好吃。然后要见我切过去，所以再来讲。香菜味好重。如果不喜欢香菜的人不能来这边。不行啊 ！Thank you。来了。Beauty， 四色吐司，它是小叉吗？哎，你刚不吃了？我吃了一个啊，这我还吃不出来这是什么。绿茶。绿茶。然后是绿茶，然后什么甜菜跟蝶豆花跟泰奶。我先把它混在一起了。好，先绕一圈。我绕一圈就是。彩虹吐司。哦哇哦，哦哇哦。为什么有哦的声音啊？哦哇哦。我是建议的，不要这样做，太丰富了。我没有蛋没吃，我要来切看看。超可爱，它有加那个这个东西的这个。它流汁吗？会流吗？它会流？好像不会。切大一点。哦，大爆酱。啊！发现我。我在切食物。请给分。噔噔贡丸加蛋，赞，可以吗？我觉得最推的还是那个李慧贵，你说最赞吗？对啊，他跟泰奶这两个应该蛮好配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个，这
个很好吃。面吗？面感觉有点台湾味。对，想家了吗？想来没多久就想家。Naruto!